刚才接了个电话啊，现在咱们去收一批料，收一批石头，后江的，跟着我走啊，走。正在往当口走。2 hours later， 行了，这个老米，今天这个马仔联系了好几天，他说他有料子，然后给我送了一批后江的，后江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公斤料，知道吗？这上面说是他刚才跟我说，是他表哥从帕干，欧马雷，小料多呀，行啊，反正料子挺多，剪刀拿来。我给你打包啊，现场看。啊，对，然后妈嘞，来继续。哦妈嘞，来打开干点活儿，妈的。让我这大老板大网红给你干活，我想亲力亲为吧，但是实在是苦力活干不得，虽然我有健身，但是健身的力量和干活的力量是不一样的。拿刀拿刀，刀最好了啊。 OK， 哎呀，我看看是啥东西啊。完犊子了，你整个就是公斤料啊，小料子呀，但是它剩菜便宜啊，多呀，多，来倒出来，倒出来，倒，来，对，哦妈嘞，这看起来有两三百颗呀。啊 ,OK,OK, 别倒了别倒了。来看有没有种水。太小了呀这个，妈累呀。这个太小了。撒点水。太小了。但是我已经答应给老棉了，已经要了，没有拆包的时候就要了，算了，可以要，也不贵，这一兜子200多颗、300颗、400颗，50万缅币，50万缅币，这就只能切小东西了啊，大东西没有。后来我得数出来多少颗呀，后来你们谁想买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去研究卖呀。这就现场可以切啊，买了之后可以现场切。后江的，它不是磨完机的，磨完机的黑皮的它找不到，黑皮的磨完机的我喜欢，但是这种的可塑性不高，但是也能玩，慢慢玩。有想找我买的啊，可以来找我来了。行了，今天的视频咱就到此为止了啊，我数数个数啊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